那也希望复制在第二节。桂宇，祥军在弧顶，再给廷照。好，抱歉，凯杰。哇，凯杰！这而且是一个三分呐！哦哦哦！但裁判马上举了一个，就是待会要看回放。哇，这个我这个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一球啊，但是进了就好球啊！先看这个脚步，这个一二垫步之后跨出去，再用单脚起跳的三分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哇，这个我终于会解释。哇，这个节奏了。这样没有走步吗？对，这个我往往这没有走步吗？往往是称这洪凯杰是台湾的 Ginobili 啊，鬼子切入，这没有切入啊，这就鬼子脚步啊，鬼子脚步，鬼子脚步，而且裁判判三分。